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因为这两段真的是太好打了。我早上有跟几个媒体朋友讲，它像是一个90度仰角要攻顶的旋战，很不容易打，几乎是垂直往上攀升，从落后40%、30%，逐渐缩小差距。这过程当中付出了非常多的艰辛，这中间的点点滴滴，我也谢谢我所有团队的伙伴。所以我觉得要抱歉的是我对他们，还有我对所有乡亲朋友，期待桃园可以更好的，我们没有让大家如愿，心里面会觉得有一点难过，但是桃园还是要继续成长，桃园好还是要更好。所以在选战期间，我们点出很多桃园的问题，那也希望刚连任成功的郑文灿市长，不要把它当成这只是一个选举的语言，应该把它当成这是很多我们的民众看在眼里，希望能够让桃园更好，所以点出了一些问题所在。那桃园不能只留在小恩小惠小确幸，桃园已经从桃园县升格为直辖市，我们就希望开大门走大路，打通任督二脉，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。那未来如果郑文灿市长需要有我们任何帮忙的地方，这中间没有任何党派之分，我们一心就是为了桃园好。所以选战在胜负出来之后，就没有所谓的竞争对手，只有合作的伙伴，大家都是桃园队，大家都一起为桃园来共同付出跟努力。那最后我要感谢是在这场艰困的选战当中，来自四面八方很多的朋友帮我们忙，包括远在高雄的韩国瑜，包括来桃园辅选13次的马英九，包括最近播出时间出来一直陪我扫街的老县长朱立伦，还包括昨天赶过来只有讲话不到3分钟的注解，太多需要感谢的人。但是我只能说我们还不够好，所以选民没有给我们一个好的机会，我们会继续加油，会继续努力。那更谢谢所有的伙伴，也谢谢所有的乡亲。那这场选战已经很明白清楚了，那我们感谢大家，那也祝福郑文灿市长在新的任期未来能够给桃园带来更美好的明天，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今天你们的到来，我们再次一鞠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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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，谢谢大家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没有，这中间还有很多，真的要谢的人太多了。那包括吴思阳，包括孙大千，包括吕玉玲、于北辰，太多太多，每一个人，因为这里面有太多无名的角色隐身在幕后。一个选举那么大的工程，有太多人隐藏在各个不同的地方，甚至很多人帮我忙，到今天此时此刻，我可能都还不知道。但他们就是用心用力，就是希望桃园能够更好。所以如果我没有办法一一点名感谢到的，这都是几十万人当中默默给我们支持鼓励，希望桃园更好的人。所以谢谢所有的伙伴，谢谢所有的人帮我打过的同仁，我从竹北一路过来，很多的人这一路走来不容易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。到此时此刻，我们还是坚定的桃园要更好的信念。虽然选举输了，但是希望桃园更好的信念是更加的永驻在心中，所以谢谢大家，也祝大家愉快夜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，加油，谢谢大家，加油加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，来，自然也来了，来，自然，谢谢。